快来看彰化宝藏寺举办妈祖绕境祈福直角大赛的决赛，99名闯过预赛的信徒，他们再度对上喽。每个信徒都好拼命哦，因为谁能够值得最多的圣角，就能够免费开走一部价值40万的轿车。信徒手持超大的神角往地上一丢，直到圣角和孝角的几率可以说是50对50。谁能直到最多圣角，就能免费得到这部价值40万的轿车。难怪信徒们争相直角，连小朋友都来试试手气。从预赛中脱颖而出的99名信徒参加最后决赛，在妈祖面前虔诚祈祷，希望能拿到汽车大奖。就是平常心呢，对啊。今天打算玩什么？就看妈祖的决定呢。这场2011彰化县妈祖绕境祈福直角大赛决赛，从上午10点开始，估计将进行到晚间，冠军才会出炉。值得最多圣角的信徒，除了能开走价值40万的轿车，也代表虔诚祈福，一定能得到妈祖的庇佑。中天新闻陈梦辉彰化报道。